谢大将军。近日民间多有传言，称黄巾军汇集36方数十万众，将对朝廷发难，不知员工以为如何呀？皇上称张让为父，呼赵忠为母，简硕表面上寡言少语，实则外君子内小人。如今他高居上军校尉，连大将军您都得听命于他，难道大将军不认为这很危险吗？可是皇上离不开十常侍啊。大将军此言差矣，不是皇上离不开十常侍，而是将军大臣们离不开皇上糊涂。袁校尉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？可叹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知道十常侍为非作歹，却没有一个敢出来清除这帮子黄门奸党。本初啊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。禀将军，唐州先生求见。快请进。是。先生请。主人唐州参见大将军。唐州兄，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？但说无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黄巾军为何与封常侍暗通消息啊？将军，黄巾大方马仁义与中常侍封旭早有往来，这次押送珠宝来贿赂封旭，住在西馆驿。这是黄巾大将军张角给封旭的亲笔信，约定3月5日里应外合，举事叛乱。本初果然有先见之明啊，黄门今天居然与黄巾勾结上了。将军，动手吧。十常侍深宫受宠，封旭又是皇上喜欢的人，如此大事若无十足把握，倘若皇上怪罪下来，不好担待呀。大将军，封旭勾结黄巾军铁证如山，我们还怕他个宦官不成？事不宜迟，在下愿请命带兵，先把封旭捉进大狱。好，你派人随唐州去西馆驿起赃物，并诛杀马元义。遵命。常侍大人，您在这儿寻思什么呢？你猜猜吧。我可不敢乱猜，大人面露喜色，肯定有什么喜事儿。比喜事还要好、啊、那就是大喜事啊。、大喜事是大喜事，天下人都骂十常侍不好，可谁知道我也想杀他们呢。可大人您不也是常侍吗？正是因为我是常侍，我才不能容忍有10个常侍与我平分皇上的宠幸。我要皇上宠爱我一人，所以我要杀尽他们。大胆！深夜擅闯常侍家府，该当何罪？封常侍，
想请你去一趟北寺狱。袁校尉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拿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冤枉！大人冤枉！救命啊！冤枉！袁绍，我要到皇上那儿去告你！饶命啊！军爷，袁校尉派的人为何还不来呀？我不是来了吗？你是唐州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姓曹，单名一个曹字，表字孟德。你那位马大方他带了多少人来？回曹校尉有十多人。哦，胆子不小啊。敢问曹校尉大人，你带多少人去？六人。这位马公身材高大，武艺高强，十多人都进不了他的身。你怕我打不过他吗？他武艺高强，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可怜他没想到竟会死在你的手里啊。什么人？大人救命啊！我冤枉！你们到黄门来拿人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？封旭串通黄巾军，约其造反。哎，你可有证据？你要证据吗？这就是封旭私通黄金的罪证。黄金大方马元义送来一车珠宝，与封旭暗定3月5日叛乱京都，这还有假？真的，他真有证据。大人，大人救命！你大将军可知道此事？正是大将军派我来拿人的。依原本说，你出身名门，应该知道宫廷礼数。封旭大人触犯国法，自有圣上裁断。你未经简说大人允许就擅自抓人，就不怕犯僭越之罪吗？我但知为国除害，其他不知。你竟敢顶撞张常侍！大将军有权调动禁军，让开道。快进去。上楼，快！这间屋里就是马元义。是这儿，让开。我奉命诛杀黄巾军大方马元义，不连累他人，想活命的赶紧逃吧。快抓死人啊！唐先生他已经死了，你还想领赏吗？孟德高义之人，唐州唯有知罪，不敢领赏。
像你这样事主不忠之小人今后不要再做军师了。唐州谨记，唐州谨记。黄门常侍封旭勾结黄金，罪不容赦，斩处钦此。来了吗？启禀皇后，还没到。还没来？怎么还没来？何进大将军到！啊，快请，快下去。是。皇后这么急着召为兄进宫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看来狐狸精不除是不行了。为何？哼，早就和兄长说过，你倒总是劝我。现如今这个狐狸精是得寸进尺，已经危及我们的安危了。今日那个狐狸精在皇上面前卖弄风情，他那小崽子惊了圣驾，皇上都不责怪，那还把我们辫儿放在眼里。肯定是那狐狸精暗中让皇上立了小崽子为太子了。不过太后可是偏着这个狐狸精呢。所以现在已经不把我这皇后放在眼里了，我和辫儿随时都……皇后不要难过。哼，一个狐狸精就想抢我辫儿的位置，跟我何家过不去，休想。惑皇上，祸乱后宫，蛊惑皇上立你儿子为帝，还敢说自己无罪？皇后，臣妾冤枉，我从未想过让皇上立袭儿为太子，更没在皇上面前说过什么呀。住嘴！你这个狐狸精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顶嘴狡辩？皇后，我实在是冤枉啊。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，哈哈哈！你当初一再蛊惑皇上，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当皇后的准备了？告诉你，我才是皇后，我的辫儿才是真正的太子。皇后，求你不要杀我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没有。给我住口！你还在狡辩，快给我喝！快喝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过来，放过我吧！啊啊！别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放过我吧！你可以不喝，我是不能把你怎样。可是，你的鞋儿，你把我的鞋儿怎么样了？让何将军告诉你。哼，你的鞋儿在我手上，你要是不喝，我马上要了他的小命。怎么样，喝了吧？传令，马上斩了刘协。不要，不要杀我的鞋儿，我喝。
皇上一面，和我的心儿一面。狐狸精，你想得倒美，哼，下辈子吧。好，你不喝，我就给你个痛快的。来人！你不喝，那就烧死你！好，好，我喝，我喝，这才像话。你就别折腾了，我只是想让你走得痛快点儿。皇上有旨，宣王美人进宫。你要是不想要儿子的命，就尽管去喊，否则乖乖的给我接旨，就说身体不适，稍后再去。快去说。久等了，烦劳公公把这对鸳鸯送给皇上，告诉皇上我随后就去陪他。是。你这祸乱宫廷的狐狸精，哈哈哈哈！朕的爱妃在哪里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启禀皇上，已经叫人传旨。啊，皇上，不好了！启禀皇上，王美人宫内失火了！啊，快救爱妃！快！启禀皇上，王美人她在火中没出来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皇上。倾诉在